周柏豪呢日着住由自己设计嘅 T-shirt 出席慈善活动。最近柏豪就喺社交平台上面感叹呢一年太多工作，觉得好攰，就连同太太相处嘅时间都越嚟越少啊！咁咪冇时间做人咯。坦白讲冇，因为真系成日都唔喺香港啦，咁亦都同另一半都有啲长时间分开，咁自己要好 focus on 工作，咁亦都唔想屋企人特登嚟我拍摄嘅场地度探我，因为其实系一啲好偏远亦都荒芜嘅地方，咁佢哋留喺香港照顾好自己，对于我嚟讲已经系一个好大嘅信心嚟。而最近忙住舉行巡迴演唱會的柏豪，為了 keep fit 都不敢吃太多嘢啊！因為我在內地而家拍戲係做孫悟空，咁日日都打17个钟头嘅戲，咁冇停，就消耗曬啲所謂身體嘅脂肪。咁而家坦白講，自問幾 fit 嘅。咁星期六嘅演唱會，我希望自己都有一個好嘅狀態。